请坐。好。今天吼 ，uncle 有店里有个状况，啊，所以来处理一下，啊，随一旦就随过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先欢迎来，加感谢，安尼迄个会谈意思，哎，对，加感谢，加感谢，啊，咱赶快吼，咱先来唱歌，今天老师无来，所以我代理一下，哎，又来，好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哈哈哈！咱先来，唱歌吼，来唱这地。我是台湾人，好来，请。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对吧？是无是啊吼，来。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你爱台湾民的党，我的心志坚定，心志坚定，我的坚强。台湾国，来到这边来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你爱台湾你的土，我的心志坚定，心志。台湾人哦，一定爱团结起来，爱出头天，吼、哦！啊，家己主张爱，家己团结才有法度主张啊！爱无团结咩啊？主张，对无？啊，咱来练习这个台湾嘴星哦，这建国咱来唱这個，对无？好，来，太平洋，来，慢慢，好，来。太平洋西南海边，你的岛内我最亲，早前受我捌通知，建国那日出头天，强迫共建国的基础。用破空天花的基础。
我大概唱拢感觉足水的吼，有无？有啊，有啊，对啊，无输过。嘿，啊，咱搁来要运动者，啊，请起你来，大家吼、喔、来互相来祝福一下吼，用喜乐的心情来，喜乐的心情，灿烂的笑容。因为谁都比啊，你有名片，我有名片，哦，你董事长啊，我有董事长，哦，你理事长，我干两届，我看大家在比来比去啊，
所以台湾就是这啊，过来要紧嘞，咱现在去迄个聚会，你看真济只个大牌只个团体吼，包括咱个民进党嘞副委者青年部吼，足济足济，因拢在台北过来吼，爱表示啥？表示讲，唔是讲咱个人气正旺，咱就做电视，咱是讲普通时，咱就爱做只个摊位，普通时。用基督教的话语讲，普通时爱去人洗脚啦，哦，普通时就爱去做啦，吼，爱去做。啊，若有啥物所在困难，咱爱教会，毋是干那底下，我是台湾国的临时大总统啊，这个是还是我是总理大臣哦，这个是可以名片花300块你就可以印好几叠哦，那个重点不是在那里，重点是你有真正要伊啊，是讲 Q。叫别个团体拢来参加这个团体，安尼嘛无正确哦，安尼嘛无正，是咱爱来参加别个团体，咱来要分享，将这个爱台湾这个爱把它分享出去，这是要点的一家啦，要点的一家。哦，啊，最近看到讲美国讲叫有人伫美国啊，吼，系记者，应该是一个学者在呼吁啦，吼，讲爱叫美国奥巴马总统，我重新。爱来承认台湾呐，吼，懂的，那个跨界消息啊，这个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了，吼，啊，高兴的是承认台湾这个是好事的，吼，啊，这忧这烦恼的地方就是，啊，你能够承认中华民国，啊，有一个他干嘛来修，哦，而且中华民国是一切的乱源，哈，一切的乱源，这个大家都清楚，因为咱今仔个中国这些纠葛不清，其实就是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名言的作怪，哈。啊，其实中华民国不是什么东西，只是它的名字起的有一点太好，后面有一个果了，所以大家就以为它是什么果，其实是没有的，哦，因为中华民国现在无受到人的承认，吼，啊，这个主席是国共内战产生的问题，啊，跟咱台湾有啥关系？所以，咱是了解这法律，当然咱在实务上，咱也是真要紧，吼，咱的本土的接管，本土的政党啊，监管，当然是立的。这是要点吼，所以咱伫策略上，咱拢甲民进党做真侪合作。啊，咱嘛有去参加国书即届吼，黄国书咧竞选即立委，咱也去甲赞助吼，斗相共。啊，国书不过吼，黄国书会再毛去遐吼，我看真侪人拄着吼，甲伊拍一招吼。所以真要紧，咱爱用即个有本土心诶，咱爱尽量回去，尽量会当参与。啊，咱顶礼拜礼拜日，咱嘛有一群人参加台南吼、哦、爱台湾促进会吼，伫、哦、台南吼、哦，啊，然后一群啊真大聚会啊，蔡英文主席吼嘛、哦、去致辞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赖清德嘛去吼，不然与魏龙一样吼啊，猛进又去吼，回来有增加重量啊，没有，听讲食真好的吼、哦，啊，我就有点不准啊，跑去参加那个海洋之声了，不过。那个也不错啦，贵族世家也不错啦，我吃那个厚片牛排可以啦，但是好像比较起来那边好像比较澎湃一点，开玩笑啦，我们不在乎吃吃喝喝啦，所以嘛，咱台湾有足济的团体哦，拢熟悉，拢会拍片哦，啊，咱就尽量爱介做会拍片哦，啊，因为台湾是咱台湾人，不是咱台湾人员文化协会哦，这些爱分得清楚。台湾是所有台湾人的，所以我们大家只要能够让台湾起来的动作，咱拢爱去做啦吼，咱拢爱去做。爱去爱讲华语，这个彦斌兄啦吼，彦斌，来，我来跟介绍一下吼，担当介绍吼，那个彦斌执行长啦吼，伊是中寮人吼，南岛吼，长期台中30年吼，曾经担任民进党台中启动部的执行长吼。智利晚报的记者、特派员、望春风电台台长吼，即摆还有在做无？无，有接无？我知影，那易双有甲我讲台湾日报采访中心主任吼，国家文化总会中部办公室执行长、行政院文化司长、月刊主编吼，台中市新文化协会理事长、立委林佳龙服务团队执行长，部分著有《填补地球裂缝的花型》吼，台中风华吼，承认林佳龙。竞选团队文宣执行长，现在是新文化协会的执行长哈，所以跨界哈，阿哥我讲这波下雨哈，那是保温呐哈，阿哥这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在底下下一页没有写到的，那个就那些爱台湾的哈啊，
咱今仔日请伊来甲你分享，伊对这选举啦吼、选战啦吼、各种吼、选战啦哈，是这个叫做媒体的吼，还是这些名家，他有深入的研究哈，有深入的研究。而、我们常常会被那个名家哈，说哎，奇怪，名家那么高，怎么没有选上？啊，名家很低，怎么了？所以他可能以来就技术面哈，可能做点整体性的分析哈，啊，咱就别当比较他了解。啊，咱赶快边讲的时间都即满三点半，加四点四十五分，啊，预留十分钟给大家 Q&A 哈。啊，阮家的哈，你莫看阮家。阮遮足个问题，大部分问问题时间拢会无够，拢超过。尽量挑战，尽量挑战哈、哦，这个是很重要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侧路的、哦、我们的侧路的一个不够，还有一个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。咱、就是愈来愈了解，咱爱台湾，哦，咱心爱台湾，咱的战略是安怎定当，战术方面是安怎做哈。好不好？这是咱就有咱的乡亲热烈掌声，咱的叶斌局长。李斯斌哈，啊，各位前辈大家好，我是燕斌啦，我看真侪拢总是吼，真熟悉吼，熟悉哩，啊，尤其是这个这个食蛋薯片吼，迄、那个新闻吼，迄、那个李斯斌吼来欢呼啦，讲我来讲一个这个选举甲民调吼，伊这个演讲，啊，今日来只看看，是讲我讲得歹势歹势。因为吼，我若去办演讲，感觉拢感觉讲，有真有信心。啊，今日来再看下，哦，这拢成败吼，啊，今日讲了会闹鬼，不过无要紧啦吼，因为咱嘛不是真严肃吼，这个场合吼，啊，咱大家共同来探讨。我想选举吼，是咱建国一个不得不的一环，吼，进入这个民主投票的时代，啊，咱要建国的。感觉讲透过选举，可能是无阿落片面的一条道路吼。啊，这条道路咱行到真坎坷，但是咱嘛就行到嘛有希望吼，有希望。啊，行到这当今吼，啊，咱民进党在经执政，但是无建国吼，无建国。这是咱民进党执政八年嘞，咱感觉上大吼的遗憾吼。我今日直接来坦白讲。我好像我孤陋寡闻啦吼，因为古早连做记者吼，四界走四界走。啊，我拄仔你嘛看我的经验，其实我是民进党建党党员。我早期咧较有参与着咱真侪政治活动。后来我就入去做记者，我伫除了无做记者，做到除了做倒去啦吼。啊，我做我到了两村拢电台做台长，过来做台湾日报的这个台湾中心的主任。啊嘛做甲风雨飘摇，啊伊人就拄好陈水扁执政吼，啊大家讲啊，好不容易执政吼，你对文化有兴趣，无你嘛应该来做文化推动的工作，所以才进入国家文化总会，伊人就叫做中华文化运动总会啦。他咪讲我看到迄个苗都歹去啊，啊伊硬讲伊讲，靠，咱拢同款的人，咱只卖名才甲换掉，有影啊，只卖吼。咱就来把迄两字中华甲提掉，刚刚要甲台湾这两字放起哦，无法度是安那。中华文化运动总会哦，拢总是国民党迄种五千年迄种，迄种放伫个西巷个内底迄种石头迄种头壳吼，顶过草嘛吼。啊，咱甲讲要换台湾安尼啊吼，好，伊无法度。到尾啊吼，用一个前移措施讲，吹秀真巧甲讲，啊无通改做国家文化总会好无？伊讲嘛好。啊，咱就要改做国家文化总会。啊，我担任中部办公室执行长，啊，做到嘞2008年，咱民进党失去政权。五月二十，马英九在要就职，进前五月十七，我一个台中，唔知有人去阮文化总会中部办公室参加吼，阮的时段吼。哇、大家人真唔甘，讲咱好不容易有一个推动台湾文化的起点，啊，你若要甲关起，我讲也无法度。因为咧，咱政权输伊啊，这个会咧是属总统兼任总会长，过来是马英九总会长。我做伊的主民，爱伫个政府之下纳税，我真衰啊！我敢有可能有一天去做伊的部下？这无可能嘛吼！所以我伫五月十七日一天，我坚持辞掉，要政府工作。啊，我秘书长陈陈义秀讲，啊，迄、那个办公室是你创立的。啊！甲你要辞掉，迄个办公室存在哪遐有价值？啊，无你就做好人甲结束，
咱就要献礼安尼吼，啊，就要结束献礼。啊，毋过要甲各位讲吼，文化总会因予咱八年内底，咱因看到讲咱伫台湾文化的推动，坦白讲，予因咧，予因有感觉着啦。所以接过第一项代志，国家改造倒来叫中华文化即个运动总会，刷落去咧，因甲内面的规则做变动。以后因即使失去政权，因嘛唔免交出即个团体啊。啊，因才上台湾工作，来甲中国做统一文化的联系吼。即讲起来是真悲哀，但是咧无法度吼。毋过当时同款吼，对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时候，其实陈总统伊的心情甲咱同款，伊并无愿意去接即个什么咧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顶啦吼。伊讲我哪有可能去接去，对无？啊，我感觉李前总统来讲一句做有道理。伊讲你去甲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名做出什么名？吼、哦，因咱台湾慢慢仔过来拍算，啊，有影一面咱就甲改掉吼、哦。但是人因赢去了，人就搁改了转来吼。万一因直接第一项代志，甲咱清消，哦，因认为讲咱唔再用这个文化总会吼，去做什么偌济歹质地个代志啦，吼、哦，差财无半项。第二项代志，伊就改名吼、哦，马上甲改台国家这两字甲提掉，因袂国家啦，因袂中华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就到即届因总会长已经毋是马英九啊，叫做刘兆玄，你知影吼？现在刘兆玄咧做总会长，所以伊的意思讲，以后咧，这个会总会的总会长不再是总统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由来是因为民国55年，也就是1966年咧。有蒋介石看到中国推动这个文化大革命，咧消灭中国5000年的文化，啊，伊讲要伫台湾文化大复兴啦，所以成立着中华复兴推动委员会，啊，迄阵主任委员一开始由伊家己兼，啊，后来由班立夫吼，啊，然后变蒋经国，啊，变这个李连辉，啊，过来陈水扁总统，加马英九吼，过回归当年中华复兴运动总会。这是我顶下甲这个文化总会吼介绍一下吼。那坦白讲，我以早是长期来拢咧做记者吼，啊做记者我对台湾的文化真有兴趣，所以来接触到这个国家文化总会了后，我做真感觉投入这个活动较适合家己吼的个性啦吼，所以以至于真侪朋友嘛知影家乡选举。啊，我是要选县长，伊咧担任立委，我是服务团队的县长。做一个人甲我问讲，我家良当选啊，你若无甲伊去市政府，啊，我各位讲，我是感觉讲有两项，第一项，我的兴趣，吼、哦，我希望推动文化；第二项，我要做官方无适当去做的工作，所以我要成立民间团体，继续就为台湾的文化咧来发声，为台湾的文化咧。来尽力。我即摆听到第一条歌《台湾翠青》，第二个牧师作词，萧泰然音乐家作曲，这条歌是我上爱的一条歌。所以我目前伫快乐联播网咧主持早时，礼拜日早时8点至9点的节目，我的片头歌就是这条《台湾翠青》，所以我感觉特别有亲切感吼。我本来吼，大家嘛看到我的经历之，我曾经做过网志龙电台的台长，迄是1996年咧，我助选谢明敏，甲谢明敏，即、這个第一次，总统大选，啊，我担任伊中台湾的政治总干事，啊，选出了后，伊那阵的主任部已经不再是即、這个，扮演独立自主的声音，已经叫生理人买去啦吼。所以我也无阁当去做遐物，啊！迄时阵的望春拢电台拄拄好咧，伫地下电台要变做合法化的电台，啊！咧向经济部提出申请，向新闻部提出申请，啊！伊讲希望咧，台长会当有一个有即个媒体经验的人，吼！啊！所以不是我投啦，是因为迄阵坦白讲吼，咱的地名内底要有媒体经验的人，足少啦，我是少数的一个。所以就拜托我去做台长，啊，把这职责摕到了，遐尼拄好，台湾日报拄好司马文武甲江文灿，因来台中要接受台湾日报，所以我阁等于这个报社的行列，
甲2000年吼，追随着陈总统出任着国家文化总会中国办公室的执行长吼，这是我简单的经历啦吼，我简单的经历。那因为这网中央电台吼，我讲话足歹听吼，我讲话有声尾喉声数真歹，但是伊拢讲我的声感觉特别有亲切感，所以讲总爱叫我去主持节目。嘉良咧选举的时候，我义不容辞啦，爱替嘉良的政策吼，嘉良的这个选举运动发声，所以我甲伊主持咧，每礼拜二中昼就点到一点。啊，结果伊讲真满意吼，啊，嘉良结束了，我就歪去啊，吼，伊讲袂使啦，啊，伊佫知影我咧推动这个台湾文化运动，伊就讲安尼，无你来做一个文化的节目，这個、文化的节目就是每礼拜二8点到9点我拢有听。拄只也李处长在讲，你讲台湾有建国无？阿未，无建国会产生真大、真济、真济吼，咱外界无一定真清楚的问题。比如讲，我昨昏录音访问台湾第一作家李乔，李乔大家拢知影吼，咱台湾人李乔吼。那我伫介绍伊的时候，我讲李乔台湾第一作家，作品上丰富，作品上杰出，含了三部剧，写出台湾人。400年来的悲情，我相信呢，台湾如果有一个作家会当摕到诺贝尔的文学奖，一定李乔以外无第二个啦，吼、哦，无第二个啦，有这个资格、条件，吼、哦，来得到这诺贝尔文学奖。伊一声就甲接麦克风回讲，下面安尼，伊你知伊客家人嘛，吼、哦，伊台语讲较无好，伊用华语讲伊讲，下面这样讲吼，我很高兴，我也很遗憾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，我到现在都没有资格拿到诺贝尔文学奖，因为台湾还不是一个国家，就因为台湾还不是一个国家，我根本连候选人都没有机会，这就是台湾人的悲哀嘛。哦，咱无一个国家，咱伫国际社会，咱连一张身份证都无，咱要安怎去甲人交流，伫国际奖项，哦，所以。有个人讲台湾已经独立，我拢足爱听，足爱讲。我有一遍咧介绍蔡明仁的时候，我讲伊是咱这个基督教长诶，这个长老吼，互咱非常的尊敬。而且有人讲，人伊做甲国防部长，恁唔敢介绍伊国防部长，能介绍伊基督教的长老？我讲伊基督教的长老是何等吼，何等的这个恩宠吼，一个名义。伊做国防部长是真了，我用着，但是伊迄头面顶叫中华民国，我感觉迄就无价值啦。伊若讲伊是台湾共和国，吼，伊即个国防部长，咱当然毋是咧甲介绍尔。伊若过身，出倒伫涂骹的时，咱伫防牌面顶嘛爱甲贴起，对无吼？但是即时若讲伊伫咱台湾的技术，咱倒伫即个涂骹的时，一世人为台湾拍拼。伊头伊一世人上大个官衔，竟然面顶还阁建中华民国，我相信哦，死嘛都唔还气啊，对哇吼？歹势，小阿叔个工资真贱啊！哎嘞，今日即只来甲大家讲面条吼，无紧吼，我想我用较简单的心情吼，甲大家分享。即个是一个科技的社会，吼，啊，咱即个嘛是一个科技的时代，即任何个代志，那就拢。撇袂开网络，啊，撇袂开所谓一挂文明吼所产生的机制。所以不管尤其是选举吼，咱伫选举前、选举中，甚至选举后，咱大家伫这媒体中，也是咱大家谈论中上较重要的选举，要看好看歹的民调，那就拢是唯一的标准，哦，唯一的标准。咱来讲。马英九即个实在真年岁啦，啊！你要讲伊偌年岁，在台湾社会话无得到人心，你要安怎去甲形容？无就甲形容，因为即个无咧投票啊，啊就讲民调啦。伊民调即个像狗爬，伊民调从8点几吼，迄自杀都不足以说台湾人对无吼？那你安尼甲讲，所以民调当时咧选举的时，嘉良一路领先，何志勇一路落后，吼鼓舞咱正大的士气，咱感觉讲哎呦。咱伫台中，咱这民进党，咱这绿营的人，输到惊伊吼。啊，这边咱真上真有帮，啊，所以咧，大家人都认真拍拼，啊，果然咧，开出一个袂歹的成果。
民调在这个时代，那真像呢，是选举中伊无在条表面一个真大真大的部分吼。所以我今日来甲大家讲讲，恁讲三个主题啦吼。我这是顶过讲，伊是临时捡迄个胡伦社吼，甲拖去演讲吼。啊，食李淑斌牌子都会看的。啊，我去听你演讲了，都收钱，人要找我演讲啊。伊讲哇，你这因为你是一参与着这个选举吼的核心，所以你咧讲咧。大家感觉讲，真有可信度，啊，而且咧，听落嘛真生动，啊，可能我口才无好，用歹势讲啦，啊，所以就讲我要邀请我去演讲，啊，我就足欢喜赶快来题目讲两遍，吼，唔过讲真，我最近足无闲吼，因为我虽然无甲家人去市政，但是嘛足侪足侪，若要找家甲家人，但是足足侪人嘛习惯拢要找我，过来就是。我的文化协会咧，拄咧筹备个办公室咧，甲即两天才做到好势。我拄则连片哦，摕一张哦，总个听一张吼，你准听哦。其实你哦，你个文化买过来也袂大咧吼。你迄阵在等著在做演出吼，就是足无闲吼。因为我迄个所在嘛无真济人，啊嘛无你这恁这个所在遮尼好吼，阁有一个教室吼。我拄则才咧问讲，啊这教室反正我下摆老。有机会甲恁借个教可能，所以你讲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吼、哦。因为即搭伊搭足侪人去讲文道中学同学学生拢知影，就是讲我有一个真大个教室，我个教室会当用六千八无啦。咱伫个演讲，伫个上课，伫个演习，吼，伫个大家做感情个盘乱，啊，即为会使讲做建立一个台湾文化个起点安尼啦吼。啊，即阮即共租这所在就无教室吼，加只三十平，就是。纯粹的这个办公 office 的空间安尼尔吼，我无时间落单，搁准备啥？我嘛唔知道，会当甲大家分享啥吼？会甲大家分享。就你说这么讲，无你有继续讲这个就好了吼。我想嘛好啦吼，我想只要你伫建国有意向、有意志，咱嘛知影建国这个可能无法度撇开的是选举吼，其中是这条路，重要一条路。那讲到选举，如果无法度撇开着这个民调吼，所以甲大家来讲民调吼，甲选举的游戏吼，民调甲游戏的这个规则啦吼，游戏的准则。那民调，我第来讲民调决定政的。那你讲民调决定政的是安怎？因为咱的选举吼，都爱发挥咱所长啦，啊去讲对方之所对，对无吼？这上个简单的身处变化嘛，对无吼？所以咱除了加上伫这场选举中，咱坦白讲吼，咱完完全全以用非常科技的方式咧来决定咧咱整个选举的主题，甲咱选举的策略吼。第一个就讲民调决定阵咧，是安决定阵咧？这是一场，其实人口数200，咱台湾中总人口数270万。哦，咱的呼唤这么快，加一个台中市吼，咱就感觉真快，佮加一个台中县吼，这个这么快，如果咧咱无一个清楚的阵列咧，咱有可能伫这场选举中，咱会三无战，茫茫了了。所以咱一定爱练出阵列吼，练出阵列其中有一项，就是讲嘉良佮吴志强这两个候选人，到底伫咱市民的心目中。伊扮演的角色、甲地位，甲大家对伊的印象是啥物？吼，你印象是啥？这个要来决定咱这边的选举。咱尤其是我做文宣嘛，吼，我是文宣鉴定，啊来做咱文宣整个数据的主题，吼，主题。第一个就是讲，伫政治上，嘉良，咱家己分析起来，嘉良伊大概有三个特点，吼，予大家市民吼。诶，欣赏吼，咱除了做嘉良甲吴志强之前，坦白讲，咱一头一座都拢赢啦吼。伫嘉良其实还未初选，初选咱甲蔡其昌初选，两个人拢赢吴志强诶。其实伫进前，咱一路都拢甲吴志强做面调，后尾也搁会讲吼，其实吴志强伊一开始咱甲做面调，吴志强状况无正无好，因为吴志强确实伫台中做13年吼，做甲咱卖讲天龙人员。实在做甲大家对伊拢真熟啦，哦，大家即两看拢真熟，所以事实上，咱一开始甲做民调，伊就拢无好，吼、哦，拢无做无好。以外，即个支持度，以外，咱就是讲，你是安来欣赏嘉良，你无欣赏吴志强，
你欣赏家人的原因是安怎？阮提出三个原因来问咱的市民吼。第一个，家人伊担任立法委员虽然短短两年，但是经过三个会期，三个会期的名声拢总第一名嘛，吼，第一名位。所以你欣赏家人，你期待做市长，是因为第一名立委变市长是不是？咱问，咱无感觉错啦吼，讲。你欣赏嘉良，是因为欣赏伊伫另外面表演真优越，所以当领导辞职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问题是讲，嘉良伫台中半十年，吼、哦，伊十年前来台中参选失利了，伊拢无离开台中，伊的坚持，互你感动，互你有信心是？你认为已经准备好啊是？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嘉良优越的学经历是促成你。要栽培伊支持伊的原因是毋是？这三个我大家记。各位，恁想看嘛？那这三个，你感觉认为上关的是倒一个人？恁会记得无？恁有想无？其实第二项，就是坚持，予大家人感动；坚持，予大家人对伊有信心；坚持，予大家对伊欣赏。所以咧，咱这个民调结果，坚持真是遥遥领先哦。第二名才是优越的学经历咯，嘉良确实伊个学历足好嘛吼，伊建国中学第一名毕业，台湾大学政治个第一名毕业，台湾大学第一名考入台湾大学政治个研究所，啊嘛台湾政治个硕士，台湾政治学博士班个博士生，了后去美国耶鲁大学留学，七年内底伊摕到人文特朗硕士、政治学硕士、政治学个博士。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吼，是美国即所有的明星大学中上界精英中的精英。有的人讲讲，这间大学专门咧培养咧美国总统上界重要的人物，包括大布希、小布希、克林顿、福特，拢都是嘉良的学生。所以嘉良伊这学历确实是足好的。咱放眼全台湾的政治就无啦，敢有一个人甲伊平好尔？啊，迄人真真落魄啦，拄落来就是遮尼话啦。爱嘉良经历嘛足好，伊今年才五十岁哦，伊今年才五十岁，但是啊，伊担任过国会委员，担任过新闻局长，担任过行政院的发言人，担任过总统府的副秘书长，担任过民进党中央党部秘书长，佮担任立法委员。哦，这经验，伫立法院内底嘛无人赢伊啊，是毋是？伊以外的学经历，互你信心，其结果咱发觉，这才是第二个，第二个。第三个讲，嘉良伊。立法院表现这么好，是不是让你赢到？其实这项算大家较无感觉，吼、哦。所以咧，你来看咱选举内底，你会看咱所有的数据，上加重要啥？十年磨一剑呐，什么滴水穿石啊，拢总是呾，拢总是咧，承受吼，这个凸显嘉良吼，伫台中十年吼的感情，咱家出一本嘉良带你游台中。我大家知影讲，嘉良来台中十年了，伊对台中的了解都超过真侪真侪人的想象。伊对台中的感情超过足侪人，唔知影会深究。伊对台中的规划甲构想，诶，事实上，经由伊不断的努力甲探讨，已经有一个清楚的蓝图。所以，咱一定欣赏嘉良咧，就是讲十年的深耕，对台中的坚持。所以咧，希望大家有信心来选伊做市长。咱即选赢一摆理由啦，选输吼拢无理由啦吼。其实选输无一摆理由啦吼。啊，选赢吼，上解重要的理由，大家来讲，爱就赢，赢是安怎？啊，来讲，啊，咱两个赢可能数据成功，其实也无一定啦吼。不过就是讲，当时咧，确实咱是透过民调来决定着咱的战略，吼，来决定着咱的战略。过来就是讲，咱嘛来分析吴志强。哎，吴志强古早是真气王呢。大家唔知影会记无？二零一九年要选举的时阵，吴志强伫咱台中要选市长，声望二日中天，连赢无半个所谓什么天龙，我都甲伊拍平去平。迄当阵哦，就我所在，所有民进党不管刘锡坤、蔡诶，即苏贞昌、谢长廷、苏家全、林家良，拢输伊二十趴以上。唯一有一个人输伊二十趴以内，叫蔡英文嘛，输伊十七啦。啊，十七到尾后拼面，十七大概也无啥拼面啦。再讲若民调若差五趴，你就真委屈啊！吼，要去也上无真委屈。迄时阵咧，吴志强是台中无对手的，伊去高
迄、那个媒体甲甲伊地甲单局伫高雄做民调，单局嘛输伊。台南甲蔡南华天在做民调，偌清平嘛输伊诶。迄、那个时阵诶吴志强伫台湾民调无人可敌，无人可敌。吼、哦，但是诶，即人有东西啊吼，人讲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啦。吼、哦，当你爬上最高峰诶时，真有可能搁摔落来，是摔甲上惨。即个咱即个咧烦恼可悲诶所在。嗯，伊伫苏家屯诶台中参选诶前夜，发生风起浪面案，大家知会记着，即个命案中发生案中案。建在台面建官，吼、哦，伫这乌都大角头的厝内底咧拍麻将，吼、哦，啊，伫这个欠债案，这个刑案发生中，这个建官竟然拢秘伫内底，吼、哦，哦，卖讲伊惊死无出来个啦，哎呦，啊，你这到乌都什么关系？哦，足济人想这样讲真，由这开始咧，大家发这感受就讲，乌志强伫台中迄阵执政九年啊，事实上足济。腐化的物件已经是真难解救，大家才感觉非常严重。所以吴志强的声势直直败露。我苏家屯来台中选举吼，啊，我就民进党讲强在啊。我苏家屯来，我嘛是叶文选总召，总召一席。啊，我两个嘛拢咧，我拢甲伊咧看面条。嘿，咱一开始输一几炮，咱直直起，直直落来安尼啦，吼。迄、那个落来幅度吼，虽然无真紧，但咱起个幅度嘛无真紧，但是甲社会甲要投票的时，实在讲，苏家屯咱实在坦白讲也是唔捌赢过吼。唔过真正是伫误差之内，当场输一拍呢。甲你们投票前时间，咱搁做，咱讲伊，咱一直起伊一直落来，啊投票一点所谓的黄金交叉嘛。结果想袂到台北发生一个枪击案，什么一颗子弹，哇哦，这个荒唐变成。家长来落选吼，所以咱万四年来执政，这嘛算台中人吼，台中人的遗憾吼。那这个吴志强咧，阮同事甲做讲，你到底伊无受到市民支持的原因是安怎？我嘛甲列三个，第一个做新股是不是？吼、哦，已经做十三年啊咧，若搁做做十七年啊咧，十七年吼，迄一个囡仔生落来安尼啊，吼已经读到大学个咧。哦，你个想足恐怖，有一个囡仔讲伊小啊，你系四等奖嘛，胡志强高中毕业嘛，四等奖嘛，胡志强啊，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四等副主嘛，胡志强，哦，伊感觉真唔安，所以伊特别话市长无能换生啦，是不是你这样？哦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做唔好，哦，人个谢天庭做男呢？五六年，这个高雄市长尔爱何变啊？咧，什么陈世光人好，高雄人弄着，啊，竹田嘛是吼，啊，台北淡水变做四年尔，规个政治拢翻两番，哦，啊，人偌清德伫台南嘛，富甲又算又算，台中啊，全拢无少，咱逐位拢有坐去人台中，拢无咧，吼，台中整个城市的这个发展咧，我们感觉迟滞不前，吼、哦。所以是你的这个观念叫做没有政绩，无表现，无政绩，这点是我们该提出来问的问题。第三，第四个基本的吼，因为你无这关系是变作个，咱住市内啦，住是较无感觉，住台中关的人吼，他们讲吼，我咧走的时候，我就同伊讲，何志强伫台中市以后，讲间台中关你完全无法度啊。台中官吼，你去个砖头吼，你来讲讲你要支持黄志强，你就爱较细声咧，无人吼，我都歹动来就跟你啊。所以你讲咧，尤其黄万人啊，你讲我安尼甲恁台中咧合并成家安尼啊，四年俩黄万变当时啊，后来搁叫黄志强搁做四年，阮黄万才变好面啊。所以吼，迄黄万的人上气黄志强，开票结果果然无错，咱伫黄万第七成的选票，黄志强第三成，迄寥寥伊个。大问题呢，聊聊伊即届安尼出门啊，出门拢穿超落来有只目甲头，后面才加出。你有够歹看个咧，对无？伊是方圆因阿公因老爸甲伊，因聊聊伊老爸叫因老伊阿公叫廖西东，吼、哦，因老爸叫做廖廖什么哈？我一时说袂记，不是咧讲说袂记。因阿公做有一件事来做方圆的家长，因老爸做过方圆的。镇长、市长，那廖廖又做过市长，两届市长，廖又做两届县长。
方圆会使讲伊个真真正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地啦，结果开票结果了了伊嘞，一败涂地，灰头土脸，十年啦，反七变脸化，又起风浪。那这三个问题问了解着好吼，你有想过讲什么上严重无？其实我来讲，要做伤久啦，做伤久啦，这做伤久吼。照道理不是算罪名，你知道？但是做事不达在，人讨厌吼，会嫌啦。就像迄个囡仔讲哦，我要换一个市长，无论啥物人，我拢好，就是干人我有资格。啊，遥遥领先，赢过伊两项，赢过咧甚至身边人话啦，赢过咧啥物没政绩啦，都是单纯讨厌你安尼啦。所以你看伫选举中，咱拢无去攻击，咱家人拢无。因为选举攻击是一刀两刃啊，你个攻击的东西，你个地方受伤。因为这社会哦是一个思维的社会哦，你也感觉讲，那你讲骂人就无好啊，你个地方对啊，而且该用骂嘛，伊嘛唔安尼想啊吼。所以你发觉咱连接选举拢受伤，咱真平和，咱真平和。你阿弟，我只强调大家不要吃荤到底，但是家人他唔敢出去，完全拢无。那是宣传吼，伊行控中心甲现场在讲妖修，在尻川臭光光安尼，啥嘛无安尼，嘛未骗我甲咱讲假安尼，对无？所以伊用其实拢用，民进党议员有出手，吼，媒体有出手，网络的乡民有出手，广政有出手，但是呢，其实咱拢无出手，咱拢无去讲伊个，啊，伊就是拖西个嘛，估计个，咱嘛知影大国企啊。迄表定四月才开始要验收，今年十二月才要开幕，伊甲你提早一年开幕安尼啦，你看这妖修无？迄间呐，喷达输台建材啊，卖工作去牵拖着这个工期的延长后，你干呐目前因为伊提早开幕，去用吞达着的建材派去安尼吼，要修理高建，爱一年两千块，恁咱台中市民共同负担，我也加油讲，加够啦。个吴志强啊，个建设局长吴世伟啊，对吧？这两个人决定来损失这一年两千万，是安怎爱咱市民来负担？你感觉有道理也无？我敢坦白讲，我认为讲吴志别项正歹计算，这条绝对计算。无你甲我讲，你当时恁个标定，恁是当时要恁家己个规划，恁是当时要让大家验收，要验收，恁当时要开幕，提来看，一定是自古永五年个十二月才要开幕。二零一五年的时阵，伊才四月才陆续来验收，结果阿未验收的物件，你甲开放哦，大家人入去安尼吞吧，啊，造成着建材的损害，对无？啊，甲内面吼，爱工期严重的落后，迄这个承包这个工程的里面慢吞吼，讲个正，但是拢未讲话呢，因为迄工期延后对伊来讲，除了合约上。伊面临着阿爸的诉讼以外，因为着这样呢，较慢做好安尼，一工因都一定付出足侪钱、足侪钱嘞。详细金额伊唔敢讲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这款代志伊在做，伊家人在做，伊就个人的选择。啊，咱有甲讲过无？以前大家讲，哦，你创家什么眼睛光雕遐尼水，哦，明华人来啊演戏，哦，妈呀，什么什么国民党遐拢来就对啊啦吼。哦啊！恁拢放伊点点，阮家讲看，啊，这都唔免啦。伊市民自幼共乐，这是阿袂好个物件。啊！你点点要甲，你点点嘞，要甲提来，为着你个人的选举，市民已经对你不是讲不再有信心，哦，不再有信心。所以，其实阮咱拢无甲攻击，因为啊啦，做久唔免甲攻击啦，迄个事实啦，对无？都十三年啊呢，所以你啊看过也好。甲上尾国战的时阵，你甲咱做足侪传单，你甲咱污蔑，吼、哦，你甲咱造谣，会当做的工作总做啊。公的公车的看板开始，了伫网络做不设防，讲林佳龙看不见，过来出那个什么呢？平面纹身，讲嘉龙这个身价七亿，吼、哦，伫台中无买厝，吼、哦，啊什么呢？大家看不见林佳龙，啊林佳龙嘛为台中。前次佫一个预算吼，广告嘛插播吼，啊，迄个网络吼，都说办不停放送，啊，嘛甲咱做看板，
有效哦，其实我嘛唔敢讲无效，唔过我甲讲一讲，针对结果是无效，是因为啊，除了因骂人的人，他袂讲家己也受伤以外，吼、哦，大家已经自由讲话，你无做出啥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妈，你看对咧计较林家良伫台中买无买住，啊，但恁台中的主干物遐简单咧，讲实在，对无吼？当然啦，家良跟因某因都是后。伊个娘家吼后头是好个，吼，不过甲各位讲，伊个娘家吼，反正因老爸啥物拢支持家己，都是敢若算伊无支持啦，嘿啊，伊拢伊要讲，要算伊拢爱甲讲吼，我嘛要去甲反正爸食饭，伊讲你来看要甲我讲啥拢正好个，因为讲恁两个孙啊吼，但是歹甲我讲选举，即好个，食伊个查囝个安去个选举对无？反正有一边伊倒去台南讲要第三单个台中，因老爸讲你要第三单拢啥讲？我你妈知吼，唔是，佫佫袂是足重个家人，我都是我爱去因老爸。你啊，你甲人有济啊少？啊，这就无法度吼，这倒也生气。我以想讲，家人无买厝吼，反正你会当来提供，但是你提来甲，直直甲欣赏，直直甲，直甲丑化，甚至伊讲伊甚物足好个啊，新北有一块有一间豪宅，查结果讲因老爸伊哪有他。哦，因老爸那古塔，安尼讲，你看，你看做家人的豪宅，安尼直直甲家人错话，咱拢无还钱，咱拢无还钱，咱就全到头。你看咱咧甲上尾啊，下 CF 伫电视咧做啥？交棒，交棒，台中交棒。哦，意思讲，我是杨先生，我很感谢你，一个城市，一个城市的发展，不是一个人的马拉松，马拉松啊！哦，你已经走三棒。你第四棒啊，你都唔免去走，你会当叫过来，和家人来做最后的冲刺吼。所以就是讲，这个民调，咱来决定战略的原因吼、哦。我甲简单分析来讲，由这两人来看。后来，咱若曾经对台中县甲台中市做过民调，到底台中县甲台中市民调状况是安？我甲各位讲，一开始台中市我只用输较济啦，但是到尾啊吼。就变县区输较济，即县区嘉良伫县区面条变起来，吴志强落来有一个足重个原因，就是伊着选举个提升吼，嘉良咧知名度加真快。伫选举个前四个月，嘉良甲吴志强个知名度伫咱台中市比吴志强95，嘉良90，咱唔惊差五趴咧。台中县够恐怖咧，吴志强90。咱嘉良无甲70，欸，你甲想看卖，十个人内底有三个以上唔捌你是啥物人安尼啊？你选举敢选得赢伊？即个人，一个候选人若无知名度，就无支持度啦。伊无啥可能讲像迄个囡仔讲安尼，要投只要唔是我支持伊咯，伊就要投。坦白讲，这是少。前间无我嘛爱办你，我知影讲你是啥物人，吼、哦，我就有可能来投。县区咱会行起来原因，就是嘉良。诶，知名度已经爬起来，但特别投票的阵咧，嘉良的知名度甲何志勇，何志勇98%，嘉良嘛已经96%，咱的知名度已经真高，伫台中县咱唔惊伊啊，吼，就知名高来讲，咱唔惊伊。第二，是伊台中市何志勇，伊较伊53年，坦白讲，伊的人脉资源基层啊，伊拢计真好啦，吼、哦，你甲想看卖伊顶嘛，肯定。当人将在区的里长，迄伫家人做两位，大家嘛来拜托家人做代志，但是佮上底嘛拢表态支持，是㖏啦。但迄建立13年的感情，你嘛袂使怪伊啦。13年来，伊咧做市长，伊咧做里长，加加减减唔欠伊钱。迄个活动中心啦，迄条狗仔来，迄个铁路已经空诶，路顶吼，即里长去拜托伊去换，顶顶咧。所以咱感觉伊伫台中市有靠的，台中关伊就真正即、這个。策划哦，这种上好的人脉伊无法度，所以还未投票，咱嘛知影讲，咱会伫县区赢较济，伫市区赢较少，吼、哦，这嘛透过了民调，吼、哦，咱来知影。所以大家伫选举中吼，咱市区的人对家人几分的反感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后了来，感觉选举政客呢，拢安尼看到你，拢家伫电视顶、伫报纸顶看到你，无啥看到你本人，因为家人确实拢。哎、欸，迄县台中县有21乡电池的，迄边去到雷山，迄边去到迄个大安的，
吼、哦，啊来家去到日南，哦，伊是拢壮个咧，吓，伊不停伫遐走，不停互大家看到，啊，迄款咧无一定，我讲，吼、哦，互大家公众安尼吼，伊一个统一个感想，但是咧，迄拢壮有效，啊，咱嘛变，咱嘛因为即个战略咧，嘛变甲吴志强比落，吴志强走袂去。咱知影吼，咱歹买，咱袂使甲批评伊个健康，但是伊就确实走袂去啊。所以嘉良直直走直走的时，伊群主的声音就直直行。哦吼，我这个人来来五千七八百个，迄个也毋捌看过嘞吼。啊，这安尼吼，伊就真困难。所以这个民调决定咱所有选举战略，不管是文宣，不管是外公，不管是组织，咱拢甲当兵来放伫群主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。市区的人吼，独立自主的观念较悬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人脉之间的其实是较疏离啦，咱这较无啥物头人，比如讲，你看你住伫啥物里，你甲想恁个里长来甲你讲，敢有啥物路用？我想无路用吧。恁遐某社区理事长、社区理事长来甲你讲，嘛无路用吧。恁个里长来甲你讲，嘛无路用吧。迄坐电梯甲坐家己电梯，搁甲各大楼等者，哦，不止咧上下电梯，你甲讲可能也无路用。伊甲你讲袂嘛无，坦白讲，娱乐界翁甲某嘛无，讲嘛无路用，吼，两阿某冤家都有可能，啊，别个讲都无路用，即市区的特色，对无？都会区较独立自主的观念，县区吼较会偷懒正义，吼，啊，阮遮都有啥物人，啥物偷懒啦，甲伊讲讲啊，偷懒啦，安尼阮就照伊安尼啦，吼，就较有一种，吼，较有这种氛围，所以。嘉良才会遐认真走管区吼，才会遐认真走管区。啊，事实上，开票结果后面，咱明白着管赢较济吼。安尼讲，民调决定战略，所以你伫这个两兵两军交锋对垒的时阵，坦白讲，战略咧是带着选举上界重要吼，伊一个因素。我相信咱有安尼做民调，吴志强嘛有安做民调，伊嘛感觉咱有做诶，拢有做啦，我相信啦。所以因比人较清楚，吼、哦，因比人较清楚。结果就是安尼，所以这两个两军咧，其实上个重要交锋，拢总是大中关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大中关咧拼啥？拼因派系咩？乌牌甲金标安排了了伊啦，吼、哦。咱就爱甲这几个人争就对啦，吼、哦。这到尾证明咧，这个百姓，吼、哦，的地位咧，证明这种所谓的派系啦，吼、哦，证明派系。所以这民调决定正的。第二，我甲大家讲民调的先机吼，民调有啥物先机无吼？其实民调真正是有先机呢。我甲现在讲一下好啊吼。2014年的总统的选举，蔡英文选总统，嘉良选立委，啊嘉良的立委选举就过关了吼。所以我完全有看到民调，我看到嘉良民调的先思想，我嘛。看到蔡英文，我要来讲一讲哦。蔡英文吼，自参选到参选，甲投票刷安尼吼，蔡英文的民调就是吴志强咧输嘉良安尼，伊毋捌赢过来，伊毋捌赢过来，一摆嘛毋捌。但是咧，吼、哦、咱绿营的人吼，迄啥物三猪小猪的风潮哦，不过大家一不不讲啊，等待讲拍敲拍讲，咱准备要赢啊，敢若惊政权唔够好咱赢。啊！咱阮即款人看到面条啊，即无希望，完全无希望。到上尾来先吼，大家上下一心，就讲那卖输超过50万就算真好，结果嘛要输要到80万。我会记哩，伫咧投票的前差不多4-5天，咱台湾真有名的私人股神来台中，啊，我中头请一班，啊，伊就好讲甲讲因遐外好拄外好来咧装卡啊吼。一灯过一灯，讲自己蔡英文这边哦，绝对要马英九真歹看安尼了。我讲啊，要真正我才来讲，吴老师，我跟你讲一个好，我，咱有信心是好了，啊，大家搁继续拍拼，全部归他。我跟你讲，这条选举咱是赢的。我跟你讲，原因是我无疑问，你大家全部，因为自从国变以来吼，连赢叫马英九赢到破顶了吼，大家人。拢暑假吼，心情足不足，拢希望即场会当赢得到。我要来讲，要甲你讲，到目前是完全无机会，对完全无机会。伊讲哪会安尼？迄民进党中央
公布民调，唔是讲贫富差值，啊，咱已经社会领先。我讲民调有当时啊是为着政治利用的，对无？我跟你讲啦吼，迄来讲对啊，你公布讲什么？我们本来一直输的人，输到尾啊，你放一句讲，我们已经输在误差值。我跟你讲，迄就是输了啦，迄就是一无一办的啦。你讲讲吴志强嘛，讲伊输在误差值，对无吼？啊，迄个昨天连政府讲过嘛，讲因输在负误差值，对无？伊是我讲输伫误差值的方式，吼、哦。为了选情的需要，伊无法度，吼、哦，伊爱暗看伊真真正正的数字，为了要高估数据，嘛为了数据来帮伊，所以一定爱一再讲咱的面条袂歹，吼、哦，咱面，这是候选人电影。为了选举的事情，伊不得不做善意的欺骗。你看这边吴志强嘛，同款啦，对不？啊，你讲啊，今麦有影输遐济啊，啊，即个阮做得安怎啊，食做安怎？较上尾我要讲民调的准度啦，吼。所以其实民调伊嘛充满先机。过来就是讲民调的单位，很多单位随时被操弄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个。这个大爷的学术机构爱主动嘛，搞我国民党。伊这边聊，伊都是用问的啊。伊甲咱问的语气啊，吼、哦，伊有可能就带来改变啦，吼、哦。哦，我咱再甲问下咧啦，吼、哦，讲，迄马英九安尼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问到民不聊生安尼啊，啊，这个三高大家拢起价啦，吼、哦，我这边选书阁一点仔都无咧，都无咧。检讨啦吼，啊像即款马英九，你要讲啊支持无？那大家嘛讲无啊，对无吼？哎，啊来讲啊，其实马英九吼，咱嘛袂使拢怪伊咧，国际经济本来就真歹啊，吼，国际经济本来就真歹，啊世界无景气，又是干台湾尔，啊人个日本吼，经济陷落比台湾较严重，就即代我袂讲安尼啦吼，啊，哦，人马英九你啊看做八年、做七年啊嘛无啥物。嘛无啥物弊案啊吼，无像班水弊啊，咧讲啥物钱啥物计袂去美国啦吼，啊外用也去关啊吼，啊你看人民宝好嘛，啊真平民啊吼，啊马英九到尾啊真像人咧讲遐尔歹，你讲嘛有影咧，嘛无讲偌歹，对无？所以民调伊其实咧，伊个技术也是会当操作，伊是会当操作，所以。特定的这个民调机构所公布，他们讲拢无不值得参考，不值得参考。所以，那安尼讲，民进党的民调有值得参考无？其实有当时也有，有当时也无。我实在跟你讲的啦，吼，伊选情来看歹的时，你肯定大概无啦。伊选情来看好，伊是真准。我实在跟你讲，民进党同安党无民调是非常非常的准哦，迄种准度是超过大家人的想象，超过大家人。只是讲，伊要公布啊，唔系咧咯，吼！伊公布迄份咧是真诶假？咱来讲，两年前，眼宽眼睛表去看因囝参选，甲咱乌日区诶议员，即个陈世凯，吼、哦，对调，正干咧！我来讲，咱民进党中央做诶啊，下面调啊，陈世凯上过就是苏联干爹，开就是苏联干爹，啊你看准无？准到准到这种程度啊！但是伊会讲，伊会讲，哎，我赢啦，咱赢啦，对无吼？赢大家唔才有信心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有一挂民意及民调机构是相信对路的，对路。就讲，啊，你接我的方式去问啦，你接我的，我后生人提供给你的方式去问，啊，当然你要较有面嘛，吼、哦，你要较有面。所以，这个民调的这个机构是上的，咱来注意伊的角色。甲伊个立场，媒体来讲，大媒体伊较唔敢胡白来啦，因为伊只要太无准安尼吼，后摆伊就叫伊个迄个信任感就破去啊，吼破灭。但是有一寡媒体啊，伊嘛足厉害呢，伊毋是干呐会当互候选人操纵即个民调的技术、民调的议题以外，伊甚至伊愿意出卖着伊家己个灵魂。伊讲来，你候选人互我300万啦。啊，我就用我的名来公布你的名字。嘛有这种媒体咧，嘛有这种媒体，迄种媒体咧，咱看着足悲哀吼。其实迄种媒体，伊的可信度其实拢真低真低啦，吼、哦。即咱伫这边的选举中嘛看会到吼、哦。所以民调其实
嘛充满着玄机，哦，充满着玄机，唔是讲。哦，我你咧讲个民调安尼准了呢吼，安尼是毋是后摆，阮就会看啥物牡丹的国宝民调，阮就知影啥会调无啦。吼、哦，民调是有先机的，所以我们再来讲，咱来讲政治以外来讲民调，吼、哦，伊内面到底有啥物机关较成功？诶、欸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要甲各位讲吼，我毋是啥物民调专家啦，只不过讲我参选过免选举吼，啊，伊即个选举都讲到拢民调。所以咧，咱直接有接触到，后去看，啊，家己也做一寡思考，吼，啊，甲家一寡做一寡体会，啊，所以有一寡心得，会来甲大家分享的意义啦。我唔是啥物民调专家，我嘛无睇你讲册，吼、哦。过来第三，咱来讲民调的准度到底偌济吼，偌大？其实民调的准度偌大，即嘛人，即个人员人数咧，每一边无一定同款吼。每一遍不一定来看，咱单单来讲嘉南这边，吼、哦，咱来讲嘉南这边，因为民调会影响到选举，所以根据选举罢免法的规定，投票前十天袂使公布民调。咱这边投票是十一月二九嘛，所以要求十一月二十了，迄天袂使公布民调。二十到二九这段时间，你袂使公布民调。你民调上班，这个公布。是十一月十九迄天，你也会使公布。经过十二点，你就袂使啊，吼，你就袂使。啊，你若去讲到民调这两字咧，伊去选举罢免人拢会当袂来发钱。这法方法规人真济咧，吼、哦，这啊这无一定，到尾就无一定会公布做，因为足济人了了去犯着，吼、哦，去犯着这条。你干呐讲？根据目前的民调，虽然无公开，但是咱已经赢两趴了，安尼会使无？袂使。甚至你讲咱的民调。非常危急，安尼会使无？嘛袂使。所以选举咧，迄两面条、两字过咧十天咧，变作非常敏感的名词，伫公开讲输啊，讲无变吼，但是公开上拢袂使讲。啊，咱来看讲嘉良甲吴志强吼，一路的面条，我拄仔讲过，其实一开始咱就感觉，吴志强的面条一路落后，一路落后。初选的时阵，就是蔡其昌甲林嘉良伫进行民进党内竞争的初选民调，大家唔知会记无？迄天是十二月三十日，二零一三年吼，诶，十二月三十日吼。迄天开迄个民调公布结果，林嘉良赢，吴志强二十趴，蔡其昌，咱感觉讲，迄种人捌讲要选市长的人，伊嘛赢哦，伊赢五趴。哦，啊，民进党的人当然。哦，士气大振啊，对不？顶赢啊，士气大振，电视报纸变名叫，这个天之骄子的胡志强，原来伊的民调已经是一败涂地了。但是伊的新闻家己心内拢清楚，这种民调吼，这种民调会当参考了，这你莫特别相信啦。因为啦，嘿，咱都逐连续安尼一个月来两个电影，直直都安尼营销，营销讲十二月三十一。支持蔡其昌的朋友，恁就爱倒出去，吼、哦，固定位，唔通出门，吼、哦。支持恁家两个朋友，你嘛唔通出门，所以迄间大家赢的人，吼、哦，拢伫厝咧当电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人赢的人，人要佚佗，要逛街，要夜市的拢要去，因民调大部分拢暗时，尤其是拜一的暗时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结果啊，恁赢讲电话咯，啊，就教会拍出去的，打通电话嘛。才有教导，对无吼？伊家袂去拍电话私聊你嘛，吼，对无？所以大家拢讲，我上帝的这个信仰度来遮高，啊，其实是拢家己拍有家己嘛。我安尼讲，毋是无天少人宗教，是咱的公司只不安尼做比喻，对无？迄间内行的人拢伫嘴打电话，啊，哪行的人咱都无当以为是咱真正拢做这做。所以咱民调赢吴志强，天公地道啦，咱家己嘛知。叫一路来一直做，加油！赢吴志强上台的成绩赢到25%，但是咱知影这是无路用的，吼、哦，这是无路用，选举无可能差遐济。咱来讲，一定来讲，国家讲上尾十天的时阵，我今日找我迄两阵，我有做一个民调统计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上尾十天的时候，有足济单位拢公布伊的民调，啊，我就特别加迄种个各单位的这个民调差距的数字，吼、哦，伫我 FB 面顶讲。我讲大家定时以待啦，
过十天嘞，马上要叫要掀开潘多拉的盒子吼，到底多一个媒体上准，吼多一个民调上准，啊多一个民调上无准吼，大家都要记住。咱才上过十天的时阵，第一个公布民调是民进党，民进党公布嘉良赢吴志强13%。13%、14%，我袂记着吼。第二个公布自由时报15%，你这种较歪理念嘛吼。这两个公布的时阵吼，社会舆论无偌大个震动，因为这两个。第三个媒体公布对这六号，你若无公布，吴志强输12%。我有听过讲吴志，我听你若无记者讲。吴志强去江马上对联合无避免。以前你讲去这联合无，你这你是爱搞护航的，之前讲我输12%，啊我的人哦怎了了，原来有人要支持我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咱联合无甲公布12%。第四天公布是这个 TVBS， 伊是11%。过来，中国时报公布，中国时报公布，我惊一条咧，讲3%。讲林嘉龙剩了3%，风云变色啊！安尼了，规个版面拢安直死啊！安尼啦，吼，夭寿啊！当然，但是到明仔输3%，那大家拢免困啦，吼。过来，话，过来话，话这个，苹果公布讲9%，过来三日公布讲咱10%，讲赢10%啦，吼。过来中天公布，那就中天我煞未记，17%啦。啊，即个，甲上尾啊讲，咱台中的一间这个电台公布，大家知影记无？大家这个电台公布，伊讲吴志强要输林嘉良是事实，但是输的差距是0.8啦，安尼啦，你也记得无？0.8啦，吼、哦！迄报纸平平叫电视话直直做安尼啦吼，啊，讲伊访问迄个学者，迄是中央大学一个学者吼，所以伊主持的啦，讲安尼他咧，我看是输伊啊啦吼，本来也是30%，即个从0.8即个是安怎安尼啦吼，哦，我大家就讲哦，什么吴志强，什么有感啦，啊，什么各家各企业的吼，互台中市民感到骄傲啦，什么啦，哦，我就是专利有啦吼。啊！讲公布，我公布是过两天，伊今日伊从19迄天公布，20天，所有即个咱大台中每一份报纸拢一份食报，恁知影记无？拢一份食报，迄份食报都是即份的民调。我要想，即吴志强见到了强风强嘛，无可能顶到这种程度，对无？咱公布民调，你妈像你设计一个温泉。啊！你几百万分，安尼几台中隔路十和平，你拢赢了啊！呢，拢摕去互伊食饱啊！呢，所以可见，这个民调，咱合理吼、哦，合理的想象吼、哦，这个民调是哦，咱歹势讲讲事先的啦吼、哦，就讲这个民调是较不寻常吼、哦，不寻常，而且甲别个民调的这个差距嘛特别大嘛吼，嘛特别大。结果开票，结果嘉良赢偌济，85-31嘛，吼，赢，64啦，吼，赢21%，总共赢14%哦，14%哦，相当准，就是无相准，第二准在倒位，中央，民进党中央公布，哦，第三准在联合报，哦，啊，我甲你讲吼，有人甲问讲，啊，恁做诶，啊，阮做，我是甲各位讲，阮家己做诶吼。阮做的方式甲因无共款，因为咱是当事人。上尾十天咧，咱进行所谓的滚动式民调。啥物叫滚动式民调？知影人就知吼，啊，若无我爱解释咧嘿。滚动式民调就是讲，咱一个民调的分析吼，爱做只要1200分来分析，才会准嘛。吼、哦，就讲，啊，无你讲做200-300分的未准啊，做500-600分的嘛未准啊。伊迄一个客观的科学数字就是爱1200分，其实1196分啦吼。啊，就讲1200分。所以你要做1200分的民调来分析，这个民调的数字才有准度，才会当做参考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滚动式民调吼，是一天做400分，你第10天开始做400分，
第九天咱嘛做细胞分，第八天咱嘛做细胞分。那这细胞分因为无同工的时间，所以做出来的平均值、平均值是上高下的嘛，对不？因为今日有可能一件代志哦，大家。对吴志强印象特别好，你家良印象特别歹，你今日可能落一输了嘛？哦，我可能即天家良哦失掉立位啦，吼，哦，安怎安怎，哦，我大家要求这破釜沉舟啊嘞，这没有退路啊，这不管支持啊，算啥？啊，伊讲可能家良较快，安尼这样不太可靠，所以咱家己做滚动式民调，三天一，一天的四百千几分来退估，哦，来做平均值做退估。那第四天呢？第一天咱就甲提掉，伊就去推估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做。第五天呢，咱就是来做第五、第四、第三、第三天的四百分，吼、哦，来做到上尾第二天到上尾啊尾，也就是十一月二七到十一月二八年啦。我先甲你讲，做运动训练了，做到阮暗时安尼啊吼，数字拿袂出來，心肝头拢爆菜，惨变困都困袂去啊！我靠你啊！话你冇较紧来统计，我知影伊后面总共到单组织咱，即个总共到底是安吼？迄民调公司也是真可怜，叫人家跟立卡咧吼，因为伊咧要做交叉分析，甲十一月二七日咧吼，咱家讲无啊，唔是要做四百，要做一千两百吼，十一月二八嘛要做一千两百吼。啊，然后你当夜拢爱做交叉分析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天光前数字爱好看，吼、哦，至少加量尔啦，吼，加量知影尔。但是我加减会知啦，吼、哦，我加减会。那个可以讲，咱做诶，吼、哦，或咱做滚动式民调诶时阵，真正吼，拄拄个国民党排山倒海吼，你甲咱错话诶时阵吼，嚯、哦，咱诶民调，我甲你讲，有受影响啦，毋是无咧，有咧，有受影响，吼、哦，我咧直直切，直直切咧，过来。你会发觉啥？哪样直直等伊，直直等伊尔啦，对哇啦。因咧本来伊都绝对，因咧吴志强做了无好，大家拢唔敢讲要支持伊啊。我来靠呀，真够，哪去做拢等伊尔，对哇啦吼。我来靠靠呀，到底这总共演变到啥物程度？我咱感觉真单一，咱感觉真单一。结果甲上尾两面咱做是，哦，咱做出来，咱甲天光哦。出嚟啊，看一头拢感觉今日真头真灿烂，但是咧嘛无真正开票赢者。我啊各位讲吼，上尾啊未啊吼，即可能家良老人家讲家良讲，下面啊从这啊提出来讲吼，我啊各位讲吼，我见咱家己人咱家己讲啊，上尾啊讲就是十一月二九去再去，阮算起来讲家良赢偌济，会赢七万五千票，阮哩咱哩赢五点六趴。分神啦吼，吼、哦，迄种交叉分析上解好科学的方式啊，拢摕来算啊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咱心里就真笃定啊，你知道？因为上尾咧，国民党剩三剩再难尔啦，开车去再双面来投啦，而且顶买票啦，啊，这无在就买到两万票啦，咱知影啦，伊无在了啦，所以咱赢七万五有够他互伊投啊，咱唔惊，咱大家拢咱赢，咱唔惊。哦，啊，因台北遐拢咧烦恼咱。恁，阮科比是阮爹，恁家良莫水，阮是咧烦恼恁科比，恁咧烦恼阮，咱倒过来来甲咱笑到了。叫开票结果，咱赢，真认真。实在讲，就超乎家良想象，啊，超乎我的想象。咱四点停止投票，你看时间了偌久哈？大概过了十五分，过十五分啦。我咱投票投到四点。四点四十分的时候，我坐入去计票中心，我看到二十九张交迄个报转来报票单，就是讲咱国家票上咱有人咧报票嘛吼，二十九已经转来二十九张。我特别有甲四年前苏卡团体每一家票单的得票数，扎伫我面前，我的书包，我出门拢扎伫书包。大家伫哦，大家某一日的投票数，如果伊若是一号投票数。四年前，刷卡站直接得开票，哦，即种得开票，即我爱查。啊无我，迄报上来，我干呐查输来尔，我要来查讲，咱到底情势安怎，对无？我安尼比，我安尼胡了，我就知啊。啊，即顶边加团直接输，啊，咱赢，有可能当然，即边的情势代表真好啊。啊，若讲顶边咱加团直接赢，咱输啊，靠呀，或者即场选举咱可能真悲观啊。伊等下一下到场，即、這个报票单吼，我来拍电话。我是拍电话，
放假了，对。你甲班主任去，咱遐亲戚都不聊呀啦，吼。伊讲你莫甲加，你莫在那里加安慰啦。电视你播了都还无什么赢嘞，我有啦，你看面试赢，伊讲加了面试了，我赢，因为吼，咱家己的报票完报的，29卡票单，咱赢28卡，咱甲输一卡。我昨天甲比吼，输迄家是冠军啦，迄对哇，迄怎有可能会赢？啊，真是十八卡拢赢，哎，阮赢的啦，有无有影？我讲安尼就较相信啦。我你第一件代志，吼、哦，你马上动算江源提出来改革，因为这可能不是输赢是输人，这可能赢真济，但是看我咱嘛唔敢讲赢28人吼，我大概话只赢18人吼，所以你个，吼、哦，迄动算江源吼，稍改一下吼、哦，第二。你等下会记，你伫坐车要去竞选总部，宣布当选时，你就要拍电话互市长，吼，你个比，哎，电话，会啊无伊若输啊，就去自杀，明仔载煞去自杀，是无赢过当选的，你才大清出来啊！我讲，因为咱家赢遮济，所以你要甲比。啊，若讲咱家赢是输了，要出笑伊啦，讲实在啦，对无吼？哎呀，哎呀，这里，哎，伊尾下伊拢照安尼做啦吼，不是讲伊真听我的话，因为咱第三者开始安尼讲话较客观。所以整个开票结果，甲咱民调来讲有准无？无，咱的民调票有准无？无准，上重要原因大家知影嘛？年轻人嘛，这年轻人家有伫厝里咧听电话，大家嘛拢听手机，对无？男女朋友咧对话嘛，一个去伫边坐，一个伫办公室嘛用手机咧谈情说爱，对无？啊，甚至啊落 A P P 啊啦、Line 啊，对无？啊，伫厝接电话啥，拢老伙仔。嗯老伙仔，吼、哦，啊，只要靠时间伫厝接着。手机，管市长，伫微选举、议员选举拢无在做。手机敢若有一个机会做民调，就选总统。选总统，大家拢有投票啊。你管台你0936、0921的，啊，你准备在高雄，啊，准备在台南的，做你拍，拢因为拢总选民。但是咧，咱台中市的市民，你无在了用。手机的做民调，这是一种真重要的。后来当然就是讲，网络造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兴起，选举的文化咧，哦，这個、网络带来真大真大吼的冲击甲改变。太阳花运动的时候，我会记318迄年啦，我甲家人开会，开到煞就交代我家人伫 A P P 里面写讲。抗议的学生已经冲出立场了，我看没完没了一些呢。我转车停了，甲伊讲：啊，什么抗议的学生冲出立场？伊讲：啊，都迄阵少年啊，黑道青啊，变成你台湾人这样，艺术堂安尼啦。哦，我听一个讲，要受这个囡仔来再恐怖。咱古早唔当想的，这些拢假做啊，安尼吼。咱这古早拢毛拢做，你甲国民党做法呢？咱什么物件拢捌想，但是咱唔敢想这步，人去假做。我等下拍开电视，什么啊，拢无人咧无，就是我拍开 FB 拢有啊。即个囡仔已经架设伊家己吼，诶，即个网络吼，伫面顶吼，咧做伊家己的直播啦，了向世界各大媒体咧发布吼伊的声明，吼，提供伊的影像啊咧。我这囡仔真恐怖啊咧！我甲你讲，完完全全靠网络咧。我嘛甲各位讲吼。那比亚迪的母的先吼，加两万，先讲7.738%讲，夭寿爱七月七，讲那比亚迪要试行吼上路吼，啊，这应该带来偌大的风潮，因为伊嘛委托顾问公司，咱拢知啊，哇，迄顾问公司拢设计好啊，要安那去买收，唔爱讲买收啦，去甲电视台合作，甲媒体合作，来甲比亚迪弄甲真好。佫安排一挂加做上班族的要互访问，加做囡仔，加做老伙仔要互电视台访问，拢说计划。啊，即搭靠的啊，即啊叫不了，佮现在变难啦。咱嘛咧想讲要严阵以待。叫七月七日哦，嚯，咱目睭睁睁咧看讲，即要安怎先？我了少年走来甲讲，哎，明大哥，你拢免烦恼，伊今日讲要发布尔，网络已经出现一个比亚迪吼，会系统落版啦，哦，酷色版安尼啦。哦，伊用甲吴志祥当作死套路安尼啦，偌精彩嘞咧！迄只个电影已经十外万人电影啊安尼啦，我拍开啊，看夭寿影啊，真牛安尼，啊就容易啦。迄种力量咱毋知，人因原来已经拢替咱想好啦，吼、哦，伊要协助咱来对抗这本地的国民党，吼、哦，
copy 伫台北才有厉害啊，对无？迄连胜文任何一个广告一出来，一两点钟了，酷搜网甲盖过拢变歹个啊，我伫网络流传啊，啊你外口开钱对无？你开钱嘛无路用啊，哦，啊所以国民党奇怪，啊开遐济广告费拢开你妈无去。啊！这囡仔规外面咧对付你啊，对无？伊规工拢伫厝内底，哦，伊伫网络面顶哦，甲你夹啦。啊，我讲吴志强讲迄话，人家讲到咱讲，要求我再讲话，你去 PPT 网站来看，要求一片骂声，对无？一百通内底有九十通咧骂伊啦，啊，两三通无意见啦，七八通咧退变吼。啊，你要知影这安尼，你吴志强是要安怎整？所以，伊是完全放弃网络啦，吴志强啊，哦，迄网络的啥物？什么呢？市场给问啦、啊、吼，啥有诶无？我这种完全技术，伊拢无，拢咱家用家己去咧探讨消息。吼、哦，咱去讲咱六百咩啊做啦啥，随在咱讲啊，伊来以后伊也无爱上来啊，对无吼、哦？所以，阮我这种诶口才话好，伫网络这边咧，伊并无吼，即、這个力度就无办法刷落去，伊会使讲用技术网络造成伊即个算起足大诶失利啦吼。我想，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来讲讲民调，会准度有偌悬？坦白讲，那总统选举可能较科学啦吼，因为大家人伊会到时一定是，我想下一波的民调是一定用数字啊啦，吼，因为这边的民调包括国民党、民进党拢认为，家己做了无错，吼，跟台北的科比，你敢想象讲伊会赢24万，对无？跟台北去看呢，咱甲看迄个。迄个国民党个着大本领啊，对无？伊咧一要甲人选啥？伊了阵 copy 要出来咧上阵蛮好啊吼！啊，我拄好碰着迄无用，但几下意思我讲，靠个哦，咱创这个安尼讲话，有些拢我袂讲安尼啊！啊，这毋着到我着甲人相台，到尾啊，拢毋通。伊台北市个是一定输个啦，毋通讲个规个立行拢叫伊拜衰去啊！摊摊伫阮台中来，我着给衰啊！用袂啦，袂啦，你袂烦恼。来台北个怪声，真正歹者怪啦，歹者。拜哦，这怪人较通理个，我是讲，人面人较巧，吼，好有智慧吼。所以，就讲民调以后，我甲你讲，总统选举，我想会真准。只要你，我就看到真真正正民调。但是坦白讲，真真正正民调有时啊，不容易看到啦吼。媒体做个可能，咱主要讲过个嘛吼。遐大媒体做个，其实拢会当参考。啊，小媒体做个，反正啊吼，都较有先机啦吼。那大媒体。伊今日就伊招牌吼，伊啊，伊可能较唔敢讲做即个新闻吼，吼，哎，啊咧，直直讲，我嘛唔知影大家有兴趣无，啊嘛唔知，有兴趣，啊嘛唔知安尼讲吼，有甲大家其他有落差无吼，都，哎，啊我，都上我所在吼，啊都甲大家分享，好无？嗯，啊今日就到这。好，感谢吼，感谢 MB 兄来，即马开始咱的 Q&A， 来头先来，来陈陈医师来。但即阵比我真高兴，我听啊，分析了真好啦吼，甲我即马是咧想讲，咱即马当然关心的是讲，即个2016啦。哦，啊，我想要发问题进前，我想搁提醒一下，讲即摆国事啊，甲即个小阿奇要选的吼。伫我即、這个即届做市长的旧年市长，我有做干票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发现我迄个投开票所内底才千外票，但是有四张加量啊的迄个汇票是拢是邓淑莹啊，无得手印。哦，啊，甲以外会就讲话挑起邓两个中间来欧北等的，那个就是心理上的我不管。那这个好像是本来是应该我们的票，所以我感觉那是不是咱呢？像讲你咧做事情是拄到老伙仔电台都会讲清楚，哦，啊，讲到老人啊，就对政治较无兴趣，你了歹做嘛，哦。啊，我这是爱了解讲是不是咱民进党派对这方面？啊，阮太太伫迄个东区图书馆咧干票的，那是两票会票，拢是邓秋云。拢是单，拢是加两万的，无咱你也讲赢过较济票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一千外票都三四票安尼啊，哦，所以我想说咱爱家己爱去注意吼，啊，啊，过来我即届漳州只啊，去帮我做安一寡
市场啦，啊，去到店里买回去甲行吼，啊，有感觉讲这次的投票率会很低啊，尤其是过年前，咱的支持者都无耐爱做些，所以我希望讲咱能甲民进党甲国书啊一边小话甲欢迎者吼。啊，好，啊，安我这是安尼，我即摆就关心讲后摆咱，我想即个科批会赢吼，当然咱选举有几啊，选举坦白讲我。感觉那你个讲的蔡英文无甲马英九比，迄无法度比就是啊嘛，同质性太高，人都讲那个泥板的马英九，哦，你若要选伊，你无投票率会悬，一定要有一个圣人，有一个圣人，有一个敌人，啊，有一个恶棍安尼吼，哦，那台湾即嘛，科比是安怎样，很强烈的对比嘛，啊，你所以这个很重要哦，我感觉在对比。啊，所以我想啊，再来文宣的讲实话，咱2021，我迄文宣实在讲实话，当然文宣也是爱啦，哦啊文宣啊也是爱，但是有时候文宣较无人去甲你看，哦啊，我你会记我伫9月14号去参加毕业的会员录吼，我提出来一个讲，哎，文宣好像即个家里吼，还要做安尼三级、星级师安尼吼，较专业啊，啊是毋是有囡仔较感动的，我感动啊嘛，哎。文官部好，讲实话，家传来裁决你就紧就马上好啊！我是觉得讲，并不是赢在议题之上，哦，应该是赢在就是那里就是你的人格特质嘛，哦，拄到代志，你家传就讲，那时阵2012年蔡英文在讲起的时阵是讲啊，中华民国打我去怎么样？啊，实际上蔡英文并不是来讲，伊做法律教授的时候，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权嘛。我是觉得说，像这届科批，你甲看伊虽然白白乌白讲的，人家九二共识讲，九二共识内容是啥？是你讲我听下子，我咧以共识的吼，啊，所以可能他的回答方式也不会去得罪人，但是又讲得很实际。我想这后摆咱民进党应该爱提出来的问题，我因为你。真有能力来做这代志，我这是安尼甲你讲，提出一寡意见。好，谢谢我回应你。好，你是戴医师，你讲都算计把我卖了啦。来讲一个哦，我不是话讲哦，我讲啊，我民进党共产吼，啊，你东华时代啊，一路前进，增加自信啊，特别算计，大家拢会讲到我，拢会想到我。啊，其实我感觉无够用啦，我感觉吼。就我这边做嘉良即个文宣建议，我有四个部门嘛吼。第一个部门就是文宣产出部，就是讲你讲的迄文宣电影文宣咧做啦，即种产出啊、影片啦，即一个。第二个是新闻部嘛吼，新闻部是文宣部哦其中之一。第三是政策嘛吼，就是讲政策的这个演绎吼，即嘛是我文宣部嘛吼。啊，第四是网络嘛吼。我当时就甲嘉良讲，嘉良我实在跟你讲。我这57、58岁的人啊，带这点少年啊坐，啊出去啊，感觉我这白头拢焦去啦吼。我甲你倒看就好啦，哦，就是讲选举有一挂所谓的文宣地雷，咱卖去踩到。蔡英文选总统，他咪讲伊就踩到文宣地雷，是啥？你企业摩天连企业，讲你一斤一块，拜托，摩天连的企业是贵松松对哇吼，哎呀。咱食到的是讲这上帝的恩宠，才有法食到这种物件哦，一斤一块，当然迄个用笑死嘛吼，代表啊你完全无了解。过来就讲迄个反应，你会感觉讲伊反应了嘛无好啦吼。这叫文宣地雷，我甲人讲文宣地雷哦，不要踩到吼，不要踩到。啊，有一寡争议的物件，咱尽量要闪开吼，咱无得来做数据。第二就讲一场大战，选举大战中吼。我爱开足侪钱，啊，足侪钱内底有一半以上拢文宣在开啦，都电视台上济啦，迄个摕来我请讲频道看啊，唔敢看，唔是频道。拜托的，啊，这开遮侪钱吼，啊，佫有一寡钱，你是看无你开伫倒去的？伊讲啊，网络你买你也买广告，靠遐网络，我就叫伊讲，啊你讲，你甲我讲这要开38万，啊这是要做啥？啊开来讲开一张。所以讲文宣仪式啦，这些安尼啦，38万，我38万是啥？伊讲人家无咧开个啦，你老岁仔人唔知啦吼，你去因个网站看哦，靠呀，我老岁仔都去因个网站看，
啊，我甲你讲有效哦。有影，有选举前伫袂去开钱，我伫只小可补充一下吼。你讲嘉良的脸书有16万的这个粉丝哦，啊，伊只嘉良伊若发布一个动态吼，迄按赞安尼啊吼，拢清清菜菜就8000+，哦，有当时10000。啊，伊甲这边投票争吵3礼拜，我看靠了，建按赞6700+，5600+。我网路遐骂我，啊，当年创啥？杨坤前几把对无吼？即、這个用来一雕，什么平常时才穿啊？即时阵连到你的花动态拢无人咧看，伊讲平常时吼，无人像咱遮认真咧经营，即脸书啦吼，佫有专人无咧出事，所以咧杀出去就侪人看，即个选举。大家嘛咧发动态，咱一天发10摆，5000+，发500伊较少啦吼，啊，科比发10摆啦，遐囡仔搁退换啦，啊，你规网络拢顶掉伊啊，啊，我这边来讲，啊，你话袂平凡讲，我啊，人叫袂平凡讲，你我写一个诶预算哦，你甲我写，啊，在我边付钱，我就甲你保证好安尼啊，我搞有影，遐人同我讲38万，我叫我接。靠了啊！你开我这老伙仔唔慢。伊讲一礼拜你甲看成果有影无？签了一礼拜了，夭寿咧按赞就变4000-5000，回到4000-5000，要到7000-8000，8000-9000较无。我嘛是啊，伊讲迄个频宽，就是去买频宽，互你露出的机会比别人较强，比人较大。哦，我倒来讲就讲钱啦吼，开钱啦。我讲第一，当然就莫吃到人生地咧。第二咧，替你的预算把关，健胃把关。第三，较劲啦。哦，啊，无像这少年囡仔，大家拢因有当时啊有横向的联系啊，对无？正向的伊希望会当透过网络营销出去啊。啊，这我较侪回，我叫因来讲啊，你爱学伊啥，爱学伊啥，我大家讲我，伊话我无在调啊啦，换人，所以我也派过来无去第一线啦。第二，迄、那个国师这场选举我嘛足关心，我做就去替伊助讲，去成效讲助讲。我直接简单讲，就讲你爱支持国师的三观。第一名议员本来就爱升级当立委啦，吼、哦，尤其嘉良当时二零八年的所属教育委员会，吼、哦，啊，国师教育文化委员会，国师是议会，吼、哦，是文化议员，伊应该去接棒，这第一。第二，兼一席议员有危险，但是咧，兼一席立委有危机啦。民进党这边三个人立委当选。哦，这个市场，咱本来40个吼，啊，去甲招进，都落证书啊，吼，搁有联合着迄啥物咧，台联三色，啊，搁迄啥物青年党联色，嘛拢无造价之力啊，有在落安怎，拢无在解标款。啊，若搁失去三色，咱这一年，讲实在，国民党因外强，看起来已经输定啊，你知影无？迄人若输吼，就起变面咧。上过一年，就要甲咱台湾袂见啥物程度，咱无法度想象咧。所以立委咧，咱一席都袂使失手，咱拢爱赢的，吼、哦，咱会赢的。咱台中一席，咱有这种义务甲责任。第三，对手唔少代志，咱就对袂少来讲出来。是安怎？这人是吴志强13年的分身，这人是吴志强正式上较重要的证人，加咱制裁吴志强的同时，搁互伊当选，我夭寿，吼、哦，这代表这个旧势力的舞弊。这是对咱台湾社会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对咱台中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。所以，唔是国主在调尔，小家己更加袂使去调。吼、哦，我像我拄仔咧讲，还是讲国家都支援你啊。迄段年代，来甲吴志强讨钱，对无吼？讲是这条钱你爱有，啊，小家己你甲看，伊所有讲话拢在替吴志强。咱哪有可能讲制裁吴志强啊？同时，来吼。小家己当选，吼、哦，这是我爱讲去做选吼，讲的三个原因啦，吼、哦。诶，阿姊，你咧讲遐吼，迄拢是出选举较好反应啦。我实是无爱讲实在，我感觉吼，我来做这份我感觉我挺清楚，我感觉挺清楚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阿彪，系，系，系。以前我有问到做咩，你都来问。边两个问题啊？第一个问题就是主要讲小家己，小家己甲。苗栗县迄个刘振豪啊，两个拢苗栗出身的干部。我这我唔知。啊，这唔知啊。啊，但是小家己，你可能刘振豪，你可能唔知，但是小家己
大家其实可能唔知吧。哦，我听过国民党，国民党人伫我眼中拢系。搞得搞得。我拢唔知你。第一个问题咧，请问你就是讲，迄个即摆选举哦，到底派系，咱台中分这三个派系有发挥因预期的效果？国民党。这样咧，这样是伊有那个拍牌，还是应该去视为？我来讲吼。我是在咧找新闻哦，你都知影。我一直在找新闻，我主要就来就专咧找新闻。好、哦，什么叫派系？派系就是敢那是买票的机器咧，无影有啥物派系啊。啊，咱伊咧聊聊伊遐人吼，伫面顶遮人，伫派系名字中去得到伊好处。派系就是买票的机器，就是讲今日咧选举，红牌杀出来人，黑牌杀出来人。因透过一个系统去买票，最后把票开出來，这叫做派系。吼、哦，这叫派系。我伫台中关的时，我真认真去研究这派系。啊，派系，我甲各位讲，派系是确实较在这边选举中，伊更加四维。伊四维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时代啦，政党的竞争取代着派系的恶性斗争，这第一。第二个就是买票无遐容易，买票无遐容易，就讲第一。面子较开啊啦，吼、哦，面子较开啊。啊，这边的选举特别有一项物件来严重的来制服着买票，就是、这个物件，数字。即个大家拢有数字。古早你买票就是非常困难的，哦，你都爱去因头壳装的什么的监视器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装脸啦，去甲翕相啦，去甲录影啦，即个是讲的啦，吼、哦。我直接咧讲话，你咧搞我麻烦，对不？你手机之类就好啊，录影嘛真简单啊。所以我甲各位比一个例安尼吼，啊，我你唔知甲大家趁着时间无吼，比如怎啊？即边的选举，咱就看见着危机的产生的其中一项，就是讲，里长专代中心600几里，结果有200几里是同无竞选的，足侪人无注意着。同无竞选就讲伊毋免竞争，伊就会拢无对手呢。那这高雄拢国民党。高雄拢国民党甲无党籍，吼、哦，咱毋是讲都拢国民党，就是拢支持国民党，传统上支持国民党。上严重就是清水总共有38里，有28里帮伊啊竞选，吼、哦，所以张清龙这個家族足厉害，你有知了？每一里嘞，拢嘛输甲准一个，吼、哦，38里了，你有十八里，哇、哦，这咱行足烦恼，咱足烦恼，夭寿啊！这里长伊家己拢免参选呢。啊！伊就认真去甲吴志强专心去甲吴志强拍拼，咱就会烦恼。所以咱这个代志，咱马上的这200几个里长，咱分头甲拜访。咱第三回就讲啊，你也是选李建国选啦吼，甲你恭喜啦。啊，然后甲你说出实话，讲台湾有机会加入甲你做伙来为民拍拼。过来，咱分区、分处、分区去甲拜访，包括苏家庄。包一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诶，这个前立委吼，包一区，啊，上艰难的所在，家人家己出面，因为你无可能一个人我就走200几里，咱走回来了一礼拜，咱搁开会检讨这问题先，咱发现，到时甲咱上上拢无共，你一点都免计烦恼，因为所谓你顶只有你去加讲，伊拢讲，我当面算唔通做啊，我加后走去甲买票，对无？恁，我若算唔通开台中市的征信社啊？哦，有80%拢叫恁包去啊！你拢甲恁合作，这是真的啊！我甲你讲，咱尽调咱无法度伊，你叫尽调，伊哪有可能遐乖？讲咱叫伊去掠伊去掠，对无？所以咱找曾先生甲伊讲，我无钱我哪互你？但是咧，我有消息供应互你，你去甲掠，掠着了奖金恁今年啊！哇，曾先生做侪嘛好，你知影吼？啊，我哪有拜托你的吼？我只付恁一寡费用，所以曾先生互咱正大的信心。因为真真正正去了，我甲你讲，有真正有了，保障不一定有开，利润较济啦。哦，啊，你啊看毛三个议员，即个被互检察官吼提诉，当选无效，即拢是在真正说发生效果。伊讲这一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，即个囡仔拢早熟知，还规工行来行去，咱嘛唔知囡仔头壳咧想啥对无？咱会叫伊留意哦。哇！你无通做伊个，我哩爱看，我哩加衰。恁拢免烦恼，恁做年纪较后生较侪，我拢重要啦，食条我拢好。我才发现讲，表示啊，这数字这个物件咧，持续改变台湾的选举文化。啊，无古早台独选举讲实在啦，啊，五百就是咧拼买票尔啦。你买无500，我买1000，500迄就输啦。哎呀，安尼，哦，好，就是啊。因为最后一工，你到尾还佫讲。
不过再要讲迄个乌牌整合真空嘛，我嘛抓个。无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乌牌迄阵吼，乌牌我拢足清楚啦吼。啊，乌牌讲这方面，恁阵恁都是拢我的朋友嘛吼，就林克无啦、老乡无啦吼，因遐。啊，因遐平时都足骂国民党啊，因遐无咧讲国民党食青啊，吼，因拢嘛无咧做啥啊，因讲很少，拢总支持，安尼感觉陈清标讲，安尼搞阮规党拢担起骂，对无？阮都无要接受伊，我咧办一下餐会，叫嘉良来演讲，我讲好咯。好，是要到嘉良去演讲，讲个电视台，甲记者拢伫门口咧打电话咧，讲国民党整合，歹势整合成功，破例要求每一个吼，陈清标嘛真生气啊。哦，啊，就是讲，另外一个原因，我嘛甲大家讲，讲派系这边国民党伊无真完全整合，无我度买票以外，买票伊干买彩条啊，尔啦，吼。彩条啊，来讲啊，这个所在就拜托你负责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收30块你，啊，来开户偌济个你负责，大概拢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款人你无才调啦，这国民党选举就是安尼，那你定爱面对，咱无大家防止的是讲，伊爱家爱户安尼吼去买这种，啊，这边我咪讲市场无变，吼、哦，伊也惊变，吼、哦，较增加或者减，啊，咱大陆市那边人落来绝对唔减，啊，议员较会，因议员恁没特定性嘛。你以为我唔免拢买啊，对不？十个买一个就好啊，对不？啊，另外一点就是议长选举啦，议长选举是选举前因敲袂出来啦，因敲袂出来。所以红湖牌的这个人拢会讲，啊，你叫阮创啥无紧来，议长先敲敲的啦。因为啊啦，顶届是张清龙做议长嘛，吼、哦，林树昌做副议长嘛，啊，结果。张清龙甲陈清标拢因为好啊，就发内患嘛。啊，副议长变议长嘛。啊，本来咱台中的张宏仁无他做，变去做副议长。啊，即这三方势力的角逐，对无？三方势力啊，产生一个真微妙的结果是啥？乌牌感觉讲，啊，我本来做议长，啊，你都让我继续做到啊，天公地道啊。但是咧，乌牌议会席数是上少，才五成。安排讲，阮公司是。无他做啊，啊！即个夫人做，啊！即个这二长是讲实力个啊，啊！阮上济啊，阮变到二十岁个啊，我要要提上来做啊。啊！另外人你嘛会讲，啊！阮市个建工根本都无无，哦，连老王牌啦，啊个，啊！所以伫这过程中，随上国民党政也无成功，但是甲投票因就因甲这个选二长个时阵，争一个办案，阮就政也成功啊，吼、哦！因为做侪物件，迄咱拢想象，你又怎讲用三气会成功啦，吼、哦？嘿，好，开始。卢总，好，来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问题来，卢总。啊，我迄、那个，这是选举，即届迄个国书要补选嘛吼，啊，我去财富训练的内内干嘛，啊，甲伊讲，会按开票数，会投票数变开票数，投票数结束了就变开票数嘛。我讲我伫，即届迄个台湾到伫。代理随上甲国手吼，六个投票所吼，因是拢关门啦。算投票所开了，窗仔门关关咧，门关关咧，甲搁整理做变开票所啦。哦。啊，整理好开门啦。啊，我问迄个西区的办的人，啊，这安尼会使无？伊讲，伊是个人认为卖关门啦，吼，讲开票所开了要变做会投票所，要变做开票所，不要关门啦。啊！伊把门甲窗仔门拢关，啊！我咧刚才是随声看，即个窗仔门是透明的，啊！佫看袂来，即个边窗板，伊就是门拢。我会记咧，张文英选的时阵，我倒来干哦，是拢无关门的，就是讲伊遐敲敲的，你着关东这边，拢算讲拢没有关门窗嘛，就直接敲好，就直接就开始开票安尼啦。啊！我嘛，咱的就迄天就是讲，我一个朋友讲，伊早无照相的手机去，伊还当我共关关讲的上百外讲。大手机啊，迄是袂使哩，我连咧出来人嘛袂使。啊，伊讲，迄、那个算讲，迄、那个开票的时阵哦，我来检查讲，我即摆即要变开票所，我用大手机去检查讲，你要记着证啊，吼、哦。我个检查嘛是真，然后因为选罢我，伊感觉足久无看，我专门上网看嘛，选罢我来这时间规定，投票所不能带手机，开票所的时候，你要。选举要检举嘛，还要用带手机啊，检查方用在记者在啊。我迄当时我建议讲吼，因说有六个投票所吼，迄报票咧亮票吼，拢离老百姓哦，从安尼算袂歹啊。有诶，迄内底乒乓桌安尼放较远哦，
而且我要搭公车啊，去公车咧量表，咧十五个男议员哦，根本都看无你个黄先生是倒一个。因为咱等来，咱来看讲这个人，这个伊念的甲迄个伊哪有对啊，对吧？所以我感觉讲，咱有参加选举人，啊对选委会甲严格要求，因为选报会还无规定，伊敢规定讲用土地公可以距离老百姓哦，差不多1.5公尺都多少，但是无强这个1.5以上，就讲1.5，但我感觉讲咱要。咱民进党咱建议讲，量票投票一定要2公尺以内，就是讲咱观众甲量票的人、唱票的人，爱互咱老百姓看到2公尺以内，袂使5公尺、7公尺。我伫个台里，六个投票所，每一个投票所拢甲抗议，要拢甲抗议，见到讲你无大声甲猜，讲要暂停暂停。我说你们看前面一点，也离我差不多7公尺至10公尺安尼啊，我走来头前变走5公尺啊，5公尺嘛，我看无讲伊票是倒一个。哦，所以咱在讲，咱在选报还要求讲，你量票、唱票，就是爱离观众席吼2公尺来。哦，这爱北大效益啊，死啊，无可能那么乱创。啊，而且咱那个有，选票有效票无效票，伊讲啦，安尼倒过吼，倒过讲有效票，就你伊那吼吼，明早讲倒过讲有效票，我讲要去问哦，伊讲啊，十个去问叫要得，迄倒过你那单是几号啊？三号。哎，我较深的迄个就是三号，迄有有争议嘛？你倒过就爱有效票，哪人要倒过？倒票讲倒过讲，我你明明知伊倒过，伊个因啊咧因啊，啊，但是伊个斜线的位吼，伊有一个斜线，搁一个斜线嘛。伊个斜线的位呐，迄个位倒无过啊，倒一条斜线，啊，你到底是这条倒啊，这边倒？我讲迄有效票，伊讲迄种有效票认为它是有效票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甲问啊，我问伊财富的税务人员啊。我买这种倒回，你无法写有效票，你讲可以看清楚是为对票，到底为对票。我买二号甲三号印过来，啊到底是三号倒位二号倒位三号，伊讲哎有争议，啊讲啊搁一个问题吼，啊前票的问题是讲，伊讲这个人被冒领啦，吼、哦、就是说我的票我买倒票，我等下结果被冒领，啊我们经查明后允许他冒领的，允许再来投票那个人成功，啊也票票冒领。啊！我主任官员，甲主任怎样当迄个签什么叫签名吼？啊！我讲，我是就是讲，照讲是爱冒领，咱应该爱甲去讲甲欣赏。哦，然后这个长到这个欣赏是讲，啥讲伊的朋友啥，干啥伊的身份着。啊，咱讲个是讲，如果领票的时候，什么我黄登东去领票，去领票，领票手册内底，伊外写黄登东9:11来领。就是讲，咱呢，囡仔下骹阁有写一个时间啦。我反正讲9:11去来领这张票。后摆若讲查的时候，伊这个9:11来领这个级别名是黄登东。哦，那若是外口有摄影机甲翕，讲9:11左右大概有几个人进来投票。安尼我就抓到迄个嘛，我讲因咧领票的人，伊拢唔捌啦。像我较早是见你做人咧考驾照，我就看讲伊奇怪。这橡皮都无去哦，找这个人哪会找？啊，这目睭都只型的哪会？这摆来这个人，个目睭只型的，啊，鼻啊只型。结果人就讲，恁老爸啊三面全印未出来，就呾冒头啊那个。是是。好。拢是这个监票吼，这个监票的这个规则啦吼。啊，你应该你是代表民进党去监票嘛，是不是？我即个国主在前面。系啊，啊，恁有讲师嘛？你讲师，你有甲提出来讲？对啊，啊，伊就讲伊就，就是他是说啊，他个人认为说不要关门啦。啊，但是都整个台里遐都是总关门啊。你选委会拢无甲讲，伊嘛一摆一个咧关门啊。哦。伊投票做了，要变开票做，就窗户门装点要关好，关好了后整理好，甲搁开门开开啊。这是。啊，我讲如果里面没有，咱如果咱像我即个公交时阵，我无用着。啊，我若无去区工作时阵，伊就变做伊派因的人嘛。啊，你若较唔久，要讲啥？较早早时，从个山区的，从个有诶山内到底有诶庙诶有诶，来叮叮啦，拢无当牌，当牌即要创票，搁变啊啦。哎呀，我感觉二公一四年吼，小英专书互民进立名啦，我卖讲民进党，互立名上大诶教训就是监票。所以你会发觉即边哦好。监票的机制做了袂足好个，吼、哦，咱个科比个敢过往路途拢有啊，啊，咱台中当然到尾也蛮有一寡无共，但是到尾拢可能拢无要紧，因为啊，咱无内监拢有内监，吼、哦，像你是去做内监，啊，但是恁是内监，
你嘛来讲吼，哦，你这来诶，就讲向向恁致敬。我感觉这个监票吼是一个选举啊吼，无叫伊公开，伊开足重要的一环吼。还是我想我暂停时间，小英自动一输开票，结果输咱就输啦。但是吼，咱中央都无清查，结果对咱大众有意见，是啊啦。南区有一个票探吼，立委投票了72%。总统投票了96%，哎呦，我真有可能，这个无可能的代志啊！那有可能讲立委投票74%，啊96%，这他们讲半区嘛，我投96%的，咱得来甲伊看。当然，今日有甲伊操作，唔知咱伊个记录记唔对个，每一候选人拢加100票，互咱更加精确是啥物？这个投票数竟然有民进党推算的内部监票员。啊，对方拢无交互我，伊讲，当然咱是输啦，但是你家了解看蛮好。我怎拍电话面，我怎去甲伊坐，我发觉，了我之后对方拢无甲做迄个结论的时候，甲市东部，就此人吼永无录用。你家拢伊啥拢唔知，我甲伊问讲，啊是啊变哪里讲？我你若唔知，你上尾啊，你计票讲，恁大家拢爱装签名呢？啊！你前我人叫我签，我就签嘛。我哎呦，啊！你讲第一遍的来监票，讲无我监三四遍哦。啊，只个你推荐的，啊，就甲我讲一个字话。哦，我所以讲啊，你嘛知，我是要来赚这八千八哈。千七。哎，我是要来赚这千七块呢。我让你管了钱。我讲哦，叫着这哦，比叫伊吵着现在更加死啦。哦，所以我地方都无一遍小英主持的这个专务会议哦。啊！小英讲，但有啥物情况，听讲这个哩。我讲，若等请这种是拄在牙草大目睭，对无？所以，唔只系到尾来讲，就是讲，恁登记监票者，恁无来参与更新，对无？吼，嘛取消，因为我听讲伊拄就这种个。啊，其实伊变咱家算算来吼，选票的几率差不多，但是唔知啦吼。伊说，伊这个总统候选人的选票拢减掉100票，三组拢减100票。对，万金嘛加100票，小英嘛加100票，宋楚瑜嘛加100票，所以立委的总票数，下投票率才70%，伊竟然96%，哎，这所以讲监票吼，这有真大诶这个争议啦吼，啊咱大家都爱甲注意，啊其实咱即个安尼唔差，啊再过来算两样吼，这算两样咱市场会做，咱家己咧做，咱会当若定好伊吼，更加严。对无，像你讲开票，我会使讲啥物要开票，他们关关起来，互伊计票底，我才来开，对无？你是安，即袂无差，你倒啊悠悠的，吼、哦，分一个内外，你倒啊计票就好啊，是安，就爱门关起来，对无？你惊人知哦，对无？所以我感觉，吓啊，咱即个天地较贵啊，大家嘛较袂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，讲实话，我像以前吼，我做民众第一届志愿兵，是拢无做志愿兵，哦，迄你吼。你监票员啊，你若牛到安尼哦，牛无四分之一啦，无人敢做啊。啊，像这边，咱顶边咧海山咧，海山咧，你找无监票员咧，对无？诶，你爱无人敢做啊？诶，好，拍手啦。OK， 大雄，人人欢迎吼，咱赶快，咱协会有准备一个感谢函吼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像刚才讲的，迄煎饼，你唔是干呐赚咧千七块，你爱节省嘛，袂使一门三不知啊，啊是一切撒互美国啊，吼，迄拢袂使是啦，迄拢袂使。啊，因为事实，美国确实是爱咱台湾，因咱台湾已经行入去民主的路，啊，所以就是伫这个选举面顶一定爱有一种表现吼。咱台湾人确实是真爱台湾吼，其实咱有。透过真侪演讲，就讲等顶下请伊外国仔来讲，伊嘛讲伊台湾就是台湾人很爱台湾，这个就是
就是很爱台湾哦，有时候容易被操弄嘛吼，什么这创了，我说咱家己就是爱头壳白嘛，见面吼，我感觉这是要紧吼。啊，所有的无数，咱嘛爱知影迄傲步，咱嘛爱，咱袂使用傲步，但是别人的傲步，咱一定爱知哦。咱是爱安尼，他有法度会当清楚了解吼。啊，我插播一下吼，广告时间，咱的日文班吼，咱日文班三月份要开班吼。啊，希望大家继续来报名吼！啊，咱是即届咱这讲师的钱吼，会使省下，因为咱甲卫福部申请，所以吼，啊，咱甲咱付一个场地费吼，啊，一届100块尔，是非常便宜啦吼！所以咱希望吼，大家人较侪人来参加。过来，咱的迄、那个咱文化人权文化协会吼，嘛爱有会员啦吼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当参加吼，啊，咱这是。会是一年1000块，入会费1000块，所以一共才2000块，好，比海洋之声稍微贵一点点，海洋之声是500啊，年会1000啊，我们这个贵500块，可以啦，那个无所谓哈，啊，希望大家哈，招收他这会员哈来参加哈，啊，这是简单甲各位报告一下哈，啊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哦，会当愈侪人啊愈来参加这个哈，咱这个。啊，有人在甲我建议讲时间是毋是调整啦？我是暂时还是定在星期二啦，吼下午。有人是建议讲星期六，因为很多人想要来听吼，啊都时间都不是很恰当吼，但我得要改吼。啊，如果这个声音越来越多的话吼，我们再来调整。啊，目前还是暂定星期二下午3点到5点吼。啊，今天的主会多谢各位来参加，啊，咱个结束，谢谢。Thank you.